军第十军团实施年度重炮保养射击任务，连续两天在台中番仔寮阵地透过实弹射击来模拟作战。而今天登场的射击武器是12门的 M11 洞 A 二自走炮，重炮火力全开，场面十分震撼。一整排 M11 洞 A 2自走炮齐发，火力全开。紧接着，官兵依照指令，装填弹药，调整射击角度，执行实弹射击，炮声震耳欲聋，顿时尘土飞扬，场面震撼。敌穿团到我目标区，所以他们才会做这个齐放。对他们什么时候会集火射击，阻扰敌军登陆的动作，或是造成他的伤损。陆军第十军团连续两天在台中番子寮阵地实施年度重炮保养射击任务，模拟战时机动到阵地进行占领跟火炮放猎。而八号登场的武器是12门 M11 洞 A 2自走炮。十军团一连两天总共射击60发，不只是要验证武器装备维护、维持战备，同时也透过实弹射击展现国军坚强的防卫能力。记者潘信、王东山台中报道。